龙哥，我们下一组了。啊，下一组。龙哥，有点太投入了。哎，两位，回来啊！两位，回来啊！三二一，开始。这个，佳儿你小心点。哎呀，还可以这样的。算吗？算！哥太聪明了，太强了，牛！好，下面重新定一下规则啊，不能利用那个啊，强也不行，好。好，来，龙哥，我们下一组了。啊，下一组。龙哥，有点太投入了，哥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加油！哎，小九成功了吧，主帅？小九成功了！那也太快了吧！成功了！小九儿！哇，怎么弄的？怎么弄的？好厉害啊！真的吗？对。哎，两位，回来呀！我们回来，结束了。何老师，结束了，何老师，结束了！哎呀，结束了，失败！这回来，结束了。这个真的自己没有成功，很懊恼，你知道吗？很难受。对，来，佳儿，你要决赛。哎，我佳儿，你倒放。来了，这个啊，赢了就一点就不知道怎么向家人交代。写进履历里，不知道怎么对家人交代，赢了，妈，我赢了冠军什么？彩虹圈大赛冠军。来，我们先站好。你说我的哥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哇，这样快了，来。带走！你冠名了这个环节，哇，厉害！哎，以后上任何节目啊，唱跳还有，哦，那就你们决定谁去帮厨，好吧？谁去帮厨？你想决定？你想去吗？你自己想。你想？我觉得，我去吧，好不好？两个不是一组，那就汪苏泷和赵露思组合，两位老师，哥哥姐姐。